那拍的很好看哦。哇！小王，我们是陕西的，我们是陕西的。啊，昨天的，昨天的。谁的头发那是？黄衣的呢？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好高。他们在都看过，都有二了。啊，好，你们欢迎一下，有请吧。我们直接。我知道你们现在每个人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嗨。那么我先把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送给他们，好不好？好。首先，我们女生优先，美丽的黄奕。好，还有远道而来的小蛙。大家有位置的先坐下。好。好。不要在挤在这个走道上啊。好。危险，坐下都坐下都坐下，反正坐下都看得到。好。坐下坐下坐下。小花很有导演的气质，对不对？好的，各位，还有掌声，我们要送给帅气的不得了的、让人怦然心动的高云翔。好的，我们马上开始 ，OK。我知道一场演出演员是一部分，但是台下的你们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表现能够让三位大咖给河南、给郑州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好吗？好。OK。好。现在大家可以登录到相对网的首页，还有我们相对网的微博和相对网娱乐频道，如果可以进行留言，在这个当中的话，我们也会挑选精彩的留言来问他们啊。来，不要说话啊！好，让我屏住呼吸，我们倒数啊，倒数。来，亚班，准备，大一，走。Hello， 各位香都网的网友们，各位所有喜欢电影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香都明星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杨帆，这是我们最具中年娱乐精神和我们的爆人爆人气的非常火爆的我们的访谈节目。那么今天非常开心，因为做客明星俱乐部的大咖呢是非常具有重量级的，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首次蓬荜生辉，所以呢我怕封场，我也请到了来自我们的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也是首席的主持人玉雪，和我一起来搭档。Hello， 谢谢。当然，在这个时刻，我们要问候所有的网友朋友、听友朋友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好，那我们本次呢，请到我们的三位大咖呢，一起来宣传我们的全新大作《独占》啊。首先呢，三位和我们所有的河南的朋友打一个招呼，我们再介绍一下你们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角色，好不好？黄奕先来了，我是黄奕。大家好，我是黄奕，主要是去到郑州，那我们是带了我们的《独占》。好，谢谢。
包括海南、还有新疆、还有北京很多地方来到现场，同时在我们的预告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其中呢都来到我们现场来我们家里的座位啊。对，而且今天他们已经会有礼物要送给你啊。啊，同时在今天还有在我旁边这位非常帅气的，也是我们非常偶像的我们的小伙，同时呢在这个片段当中有非常棒的一个表现，我们有请我们的高玉祥。高玉祥。大家好，我是高云翔，然后在读者里面是基督型小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好，那马上马不停蹄的请到了，也是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我们的影视歌四期的明星钟汉良，大家好。大家好。这个叫小分队郭伟军。OK， 我相信大家好朋友呢，对于这部《一战》都已经看过了，都去影片去影院支持过了。那么我相信每个人对于这部影片呢都会有所期待，包括今天看的三位大咖，相信心里面会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们。那我们也是代表很多的网友、很多的观众向三位大咖发问。那这样，我们首先还是先先问一下网友，我觉得这部戏呢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特别的帅气。我觉得王毅虽然是上海女生，但是却一直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坚强和努力。那么当时在这个角色刚拿了女演员的时候，这次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演员。那我们当时那个剧本是没有的。对，因为是导了很多的作品。我们每天的那个名单都是一张纸，所以挑战很大。对，只知道自己是个剧本。然后要问一半的工作，但是因为每天要拍摄内容，都不是很轻松，所以再加上导演的普通话，粤语也带，有时候也听不懂。但是从一开始他就跟我有一个有一个默契，他觉得以往的那个非常的成熟吧，然后吧，要不就是钱。要不就唱歌，好像就这些变化，想要一个不一样的对，而且在这部影片当中，王毅也是饰演一个非常棒的基础的一个人啊。而且在这部影片当中的话，王毅也是挑战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尺度，给我们影片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在我们在进入的过程当中呢，要迅速的变异啊，然后也是他是非常可以说是为这部影片贡献非常大。想问一下，出演这样的一些情非影片，对自己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我本来应该蛮虚拟的，就在电影里面就非得把我变得就是比男人还要变得一个特别积极。因为第一场戏就是有一组饭，然后他要反对他们，然后我把他们制服了，然后拿着脸盆扔过去说拉你的屎，然后我要他做粗鲁嘛，然后我当时做的时候，导演说你从头到尾都软趴趴的，一点都不像紧张。然后说那你这个脸盆不要把它放过去，但其实他们没有那么有礼貌，你就说那就反伸进去拉你的屎吧。然后后来我说哦，好吧，那我重新认识这个小妹的这个剧情，原来是这样的。有可能他在完全就不把自己当主人看，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你觉得你对小自己演的这个小妹最后是什么？拿给大家留给大家打个杯。希望我们的票房越来越好，就是。而且我们知道这部影片当中，王毅有很多一些角色就是挑战的非常难的一个尺度，同时也是和我们的两位非常棒的影帝来合作啊，包括和我们的钟汉良搭戏的过程当中做一些好玩的一些事情，大家也可以去模仿。因为你也是他的手下。其实我们演戏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但是我们私底下。
个是一种那一个他先点了一回好对自己良心发现了要把坏习惯戒掉而且在这部剧在当中，我们当时我看媒体的口碑，包括前一段我们的奥斯卡在招拍的过程当中，全国的一个影片的一个推荐会，包括万达呀，包括中影很多的一些老总都到现场来推荐这个影片的过程当中，然后他们所有的老总对这个影片的看好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影片当中呢，其实还有几个非常棒的表演，也非常精彩。我知道在坐在我旁边这位高颖翔，也是我们的一位演员。我的包在哪？对，我会觉得这个片子让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当时你觉得这个角色是哪个地方打动的？知道也是。哦，也是这样的演员，会觉得没有区别。复活咋整？你先证你先证。哎，你的这个造型当时是你的案子吗？没有啊。啊，是导演。有没有觉得这个造型很帅？我不太觉得，看会不会不帅？哦，很邋遢。看一下我，那后来嘞？后来再呈现出来。这个好像不去洗，就没洗过。哦，那你会不会以为担心他会不够好看啊？因为有时候电影需要，或者角色需要，他就需要那样。比如说，我们在车上就是没回家没洗澡嘛，没有洗手间啊，就是很多特殊嘛，有一点对，还有南方高北方，不然就像干燥了，是有一些。爆笑的妆，或者是很多化妆上的妆，就觉得并不会是不好看。但后来觉得看到照片嘛，看到那个照片，其实是真的是一种可玩性。就是你没事。对，说到你这个造型，我们要特别问一下黄奕，你觉得他这个造型帅吗？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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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你那个造型特别的 man， 特别的有男人味儿。有没有考虑过尝试碰到什么演过角色或者生活的那个什么主要那个造型？其实我生活是这样 ，OK 的哈，就是没有发火，就没工作的时候就不打理了啊。但是我不会这个样子工作了啊，所以就是这样。你也喜欢被车上的除了那个例外，除了那个例外，其实生活上其实啊，因为平时工作就已经那么平淡了，很好干了，生活上。没想到原来生活那个状态是可以拿到还蛮好的。嗯，但说到这部戏呢，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说这部戏对于你来讲，哪一个桥段、哪一场戏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哦，死我也。就是一头扎在车上。我还是觉得我开个车。他们后面站在。啊，站在后面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心理压力大，然后呢就过程复杂，就是那个程序太长了，所以有时间可以慢慢聊去。就是我听的节奏其实就十秒钟，开到高速，然后我俩就是很熟悉，要拿枪伸到外面要开枪哦，打到嘛，这个时候知道。你要开车，然后那个车是什么来的？他能开到吗？对。那另外一件事是我要中弹，中弹呢就要装反应弹，反应弹就是搭条线说你要卖安嘛，但你在车上就没人卖安，所以你要自己安。反应弹就在那个管道那个方向盘的右手。现在有这件事了，就是你要中弹，你要开枪，要不改方向盘，要加速，然后到某个点我要自己中弹，就我要按弹，然后做反应，然后中弹以后呢还没死哦，你就要去做一次动作，就是失控的时候，他们也在都在我后面了。然后我还有想象他们其实就在里头，光觉在我侧边。我太大不满不欢的吓到你了。那后面再好一点，他就是后面才有话可以说，所以他危险就稍低，还是很危险，因为心理压力很大。那我自己还记不住自己那么多情绪了，还要经过后面这个人命。然后我还要记录自己演的好不好？太多了。有没有顺便先录帅？那你没时间想了。然后你问我，对，你问我了。那个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很爽，这个一两几秒钟的镜头。哇，好棒！掌声。全新的大屏独占，我们请上了三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就是中概念高层和广义。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目前的话，昨天我们刚刚把这个消息公布到上网，消息发出去，然后通过这个消息来点击观看我们这条消息的人已经突破了1000万。而且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的话，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话，现在我们的即时性告诉我已经突破了10万人。现在有很多的网友来提问，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热情，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为你们加油，好不好？好，好，大家鼓励一下。在未来的日子里或者未来的工作当中，你会选择类似的角色吗？应该会吧，我觉得。哦，剪掉了。那为什么会这么短？因为另
这个戏已经是我又拍了一部电影然后主要因为呢他说我觉得最后的 ending 我想到你要来香港补拍我说哦他说因为所有的警察都是你活的那你活着的任务就是还是就是要把这个看着这个这个三角啊，这些都比较非常。
上面的，从各种新闻上都了解，就是毛爷真的没做过的，其实那个有点心理准备，但是到真正合作的时候就是有点就是。专心听，然后做客完，他要我说，好在其实比较好的就是其实不用被拒绝，对，不用拒绝，然后人去了就好，也有好处。对，当时在看那个数字，我还在感觉说，哇，这个戏里最轻松的应该就是大鹏小龙。哦，不用讲台词。对，不用讲台词。但其实那个需要。他其实虽然没剧本，但是他之前就告诉你，你的搭档，你的鸡蛋那个地方，你做什么，你过程是什么？我觉得最近在内地这几天，真的表现非常的不错。想问一下你，就是过今年还有什么这方面的事情吗？有啊，现在在拍十月围城。后面呢还有一个戏，也是到时候会再去找。好嘞，我们在网上在记者留言，我看到已经有通过线上的有网友来问一个朋友叫做丽丽城的网友说，请问这样的演员在演我们的基础检查后，对基础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感想，然后有想过当时来演出吗？我直接过去来问一下。请他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最害怕。对，不知道我们演到底怎么解决。对，这个是不好说，因为可能虽然我们这个戏已经很难完成，挺低的人是说很难完成的，还原真实的很难。更保护你心里就是人性这点，确实就是他们那种危险性，是没有完全是还有一些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会怎样。说明我们现在已经在蓄积了一些想法在里面了，对。而且在这部电影当中，看到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我们的主体，然后它慢慢的滑落，然后电影上两个镜头上，因为身体不是很好，然后防护方后面的人看。也记了一些宣传，包括一些独占用的独立的拍摄过程当中的放的东西，以及宣传的记录，这也是比较有冲击力。这个电影里面有什么？我就看到那个爆发力，其实就是在整个这个故事的核心思想都讲出来的。就好像你那个海报不是有个形状，是什么形状的血管，然后黑色的什么东西，然后它其实在哪个粉丝，然后它原来也是被吸进到其他部分的东西，我就是觉得越来越看到很多电影啊，像做的对它比较新的历史，作为一个观众，我觉得看到这么多的东西。对，那一天的前面的时候，然后在前面拍摄，很多的朋友看到这个宣传，然后就报以轻松设定的报以这样的。我还有一个知道大家知道，原来那个海报还不是核心的，我们那个小张老师，原来我稍微跟两个导演在讨论，我说整个片单原来更臭，他用这个。新疆的新郎，他不是新疆的书里会拿妈的账号，我们再问一次。就是说，其实他要讲这个，就是因为方言很大的嘛，就是那些就是方言，蔓延的很快，然后永远嘛消灭不了。他那个可能最后那个创意可能展现出来太过了。比如说你在吃饭看到这个，你就可能觉得。最后就是一个心脏，我是觉得一个更厉害，就是如果真的你把一个电影海报放在电影院，全是蟑螂，那是不震撼的吗？不是，是哦，蚂蚁感觉，不是蚂蚁哦，蟑螂哎，我觉得这个
个初级，我听到这个就想到这个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个。我们因为今天听到三位在讲解我们独占的背后的一些优势当中，有很多一些亮点，包括在其他的一些媒体进行发挥的时候都没有挖掘出来，没错。所以今天大家来到现场也应该是赚到了一些，从非常多的方面了解到我们独占背后的一些故事。同时呢，今天来了很多的一些代表，我们首先是来我们东海人的很多代表，非常热情的掌声和口号都送给我们小太阳，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二一。河南辽宁驻独占大会，没有没有只限于郑州的，有，山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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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的，北京的，还有我们的来自广义的粉丝，因为他在现场的话，有很多一些粉丝。所以他们今天也来到了现场啊，然后黄奕的粉丝的代表还有我们的礼物要送给他。让观众一直跟着你的那个情节走，那么云翔呢？
这次圈里的朋友特别紧，然后林大为，然后李小璐，包括简历张子怡都包场，拖家带口的，我说的每一个人包一场，在支持所有的，很喜欢，就像说的，我们他们都冲着表演，我也冲着我们演去，因为独占确实拍得很久，大家太就是太期待了，期待太久，也是一个很。而且杜导演第一次进入内地来拍戏，所以太多的期待，这次真的是万众一心了，希望我们这个戏能够像今天各位大家一样，就希望我们能够明天看到。对，超开心啊！而且我知道，我们很多包括云翔、包括黄奕，还有武汉来很多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像那种包场，相信包完场之后，在台下绝对是台湾的明星，绝对是抱有非常轻松。我当时我有看到手机，包括我们一起拍也是，现在回去看到手机，拿掉的。对，我们当时去现场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么一个结果，是我观了大概有上百个影片当中，观完影之后，所有在场的朋友齐声呼呼，全部鼓掌，让他隔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逐渐这部电影的话，已经深入到大家的一个内心了，而且拍这么久真的是一部经验。那三位对这部影片接下来的一些宣传或者接下来一些场地，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期待，或者是还有一些最后的一些想推荐的一些什么亮点？特别的地方，娱乐频道的一个炸屏，包括我们所有能用到的渠道，一直都在宣传。
包括以前很多的一些剧组，包括现在很多的男的都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宣传，而且这样炸过去，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票房当中也会碰一个爆炸，非常一个大的一个 surprise 的惊喜，对。最后也非常感谢我们三位做客到我们香槟明星俱乐部，跟我们也要祝愿。好的，那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大咖。